感谢非常之感谢。在下自我介绍，在下那是江南四代在主持文静明哟。我是一位文人，一天也无吐丝，无做丝，心情就不坏。从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第三句啥物？抬头低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今天甲我另外三兄弟，在这个溪边来约束夫婿，因为这位姓董的兄弟感情稍微出问题，到底出什么问题？我迄个姓赵的兄弟来来告一遍。哎呀，赵兄，哎呦，你是道丁吗？哎呦，什么我道丁？我今仔今天要来，大家好好自我介绍一番。请聊。小弟姓赵，叫做赵志，赵志赵志，赵志山。但是我叫赵志山，无好笑。我阿公较好笑，我阿公叫做赵志怪，我阿祖叫做赵志车。我那做阿爸叫做祝吉阿兵，祝你五是你什么人？系我阿伯，祝你快乐，系我阿叔，祝你一路顺风，系我表兄，祝你高中状元，系我太祖，是表兄，是。咱身为江南四代财主，系出门应该拢会吟诗作对啊，是的啊。啊，今天呢，看到这个秋风微微，阿伯来啊，这个明月高高挂。要来吟唱一首《月落乌啼霜满天》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叫客人，不叫人客，到客船。哎哎哎，青菜青豆乌啦，果然是载歌八度。哎，载歌八度哟，我带你乱乱。嘿，今天因为咱那个董叔兄，敢那有感情上的问题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咱的所有的兄弟咧，爱来这个天都一个。是。我来介绍迄个咧周兄，周兄最近哦，感情无讲介顺利。哦。因某呢吼，对我有出一寡问题，所以伊一定无啊。来来来，有请周文斌。哎。啊，你看，你看那第一个青色的我啊，真喏。心情无解好，哎，拄着东北好，就遐请聊。自我介绍，阮是四代财主，四代啦，四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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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中医，四代财主。嘿，我想斯文一个，较无啥会晓讲话，逐工心肝闷闷不乐。但是今仔日呢，哦，阮这两个兄弟啊，真敖讲话。吟诗作对，是的。但是我这个人平常时啊，会晓唱歌尔啦，其他拢袂晓讲话。那么来介绍呢，阮其中直接跳过。哦，吟诗作对，吟诗作对。天上的明月光呀，照在那窗儿外。就是这个。啊，对。谢谢谢谢。这周大哥头壳已经弄歹去啊。这历史的无啊，真是。我讲，我容易一错。对，今晚要来介绍。我来介绍这位，就是咱四个兄弟当中上界缘投，哎呦，上有学问的，水水水。我来讲，伊人无简单。你啊看，恁所都是恁所念的拢无算啥物，伊上好料，即马我来介绍者。哎。咚。背后懂啊，懂不懂？懂背后抬怕叫头啊！啊，看今夜的月色，我嘛来吟一首诗好啊。离开你头一天，心烦意乱如苍苍；离开你第二天，心底石头这么重。离开你。第三天，忍受痛苦甘愿；第四天，啊，爱恨交错，甘是错乱。
第五天，李平，我是拍歌，那是你的歌。吟诗作对，你竟然用七天来念啊？七天嘛是一句诗。东兄，咱四个都敢村里也未娶某。哎呀，现在特别加迄个花夫，迄个秋香是安怎？哎呀，这三位兄弟有所不知啊。嗯，兄弟是啥物？雄雄拖去台呀？不是，兄弟，三位兄弟你有所不知啊？请坐。这位秋香啊，是身材咻咻咻咻咻，伊是叫剑台钓呀？不是啊，啥物？咻咻咻咻咻，身材好啊，而且咻咻咻咻咻。哎，小弟了解了，原来东兄日思夜梦的秋香，就是因为你介个安尼食袂落去，困袂落去，哎呀，所以你太当。也一直散去，一直散去。安尼今天，咱来约会来，真来花富提亲，你看安怎？哎呀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启程。看恁的眼神，恁当作我是秋香哦？不是啦，我是华富的华夫人。但讲到我们这个秋香，那真正不是我在讲的，伊安尼身轻如燕，婀娜多姿，人讲迄个吼，胸坎是胸坎，脚床是脚床，有所每托脚床就看看。在伊安尼山高，我后要烦恼是，迄风一吹就飞呀啦！我安尼逐工啊，孤调调，我就是惊伊吼去互骗去。哎、欸，对吼，啊秋香啊，秋香，哇、哦，最近拢唔知走去倒，秋香啊，秋香、啊，妈妈，你敢真正？秋香，秋香，妈妈哟！哎呦，奈安尼，啊我昨暗看到你，都唔是安尼，安奈今仔日是暗变安尼，我失恋啊，失恋哦，我狂吃啊！都唔知安尼，咱若失恋真正，狂吃不是办法啦。啊，无变，我著甲你讲啊，本来用用变来高精。安尼啦，我来讲，今仔日哦，是哦，迄个江南四大财主，江南，江南，你卖我白讲哦，江南四大财主啦，江南四大财主要来咱家，哦，歹势，莫怪你过袂出去，一句话都唔好我讲，啊，你讲，讲话安尼咁。哎啦，您哦，看他们来南岛提亲，我拜托你哦，哎哎，妈，我袂讲话，我爱缩小驸马，哎，缩小，啊，我说啊，好了，还是说一下啦，说了，好，看他来，你都乖乖啊，哈，我可以，哎，哎，来来来了，好，嗨，加油，你来下一吗？不啦，我袂动门的啦，安装安装，明年已经来到华富了，哎，华富啊，是这个客户兄。是，你看到秋香，今天一定该处理掉。这简单就处理掉。你无看你兄弟安尼艰苦过日子。是啊是啊，今晚来看你。对啊，你在你烟斗里面烦恼。行行行，有人接无？啊！原来苏大侄子怎样那样？啊，你来啊！是是是，来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就你是啊，我。你秋香。伊妈妈。秋香的妈妈都这么水，秋香一定冲，真正是国色天香哦。你有听讲秋香扫落叶？哎，哦，感谢呢，那是秋风啦。哦，是啊，是。哎，还是我当真的对啊。啊，我那是江南四大财主。欢迎欢迎，请你发音发落清楚。江南四大财主。哎，欢迎欢迎。是，就问秋香姑娘，可是有爹吗？啊，有爹有爹，来，留在这，留在这。哎呀。这是可喜可贺啊！人来了，来见客。嗨，康邦啊！哎，对对对对。
这位是秋香姑娘啊，秋香秋香。江湖中传出秋香姑娘，那是乌纳多珠，为何这么高？我缩小腹啦，我今麦缩小腹。翰林，翰林，你注意，你真正是秋风秋香姑娘。是啊，我杨贵妃。你杨贵妃，江南传闻，你乌纳多珠竟然这么大一株，哎呀！总比好发威咯，有够恐怖！是当初江湖传闻，秋香婀娜多姿，江湖未准啊！是倒一个人叫江湖，才叫出来。江湖讲的哦，不是你看的安怎？你看的就开。我介意无？我介意无？王金妈哦，你怎个讲是安尼啊？不钱哇！我个真就看一摆。是。奇怪，因老母头前哪有一片壁？你头先甲一个壁咧讲话讲几波？你乌白讲，我看麦。你讲，你讲，不是壁，是山仑啊，是山仑啊。无啦，这阮秋香啦，安怎啦？刘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安怎？咱身为江南四代财主，啊，这边哪啦？咱的名声。是，咱今日点秋香名画无点就等，哎，传出去咱无得。啊，老贵老贵啦！上无爱有点者，对不对？点点者，点秋香，我无变阿点。嘿，华夫人请了。对啊，哎呀那。根据我那四个兄弟考虑了，决定要点秋香。啊，真的啊？就你今天来要甲点咯？没错。要甲你点，要甲你点。好啊好啊，请慢用。你敢知想要点？什么人要点？四国中点。啊。真爽！你哪里讲？我都去给你点嘞！哇，这样很可怕！你死拢点？好啦，阿伯，阿伯，那就开始点咯。安尼我先点无？阿伯先点，来，让他点。啊啊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！哎，哪里啦？无想到文清明点的那所在这么好，安尼我们来点一个好。哎呀，拜了！啊哈，哪呢？哪呢？啊，可能啊，上好两位，你好大家点好无？拢叫我两位好兄弟点去啊！你准备公司来笑倒？你先点。点了，不是话哦。你敢叫好？没跟你话。点吗？放心，我上有良心。出去见啦！哎呦，哎，你卖安尼啊！你当地当地好呢？啊啊！用歪了！哎呦，我阿妹是啥物当地好？点秋香啦！我直接搞我行起来啦！真正啦！历史上的当地好点秋香就是安尼，啊，人生就是讲一出戏，赶快卖计较遐济嘛！哦耶！